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笑笑，今天给大家继续拆快递啊。老规矩还是放这首歌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月没有到，对吧？这我们就不对六个面了吧？这个东西是活的，我很难想他为什么要把活的拿这种发活的，我很担心啊，这个人，操，我有点害怕收尸。发快递的人呢，叫死神匠，也是一个 UP 主，但是他这个发了一些杜比亚，我天，我闻到了恶臭。活的，哦，这是一条蛇，因为他据说他养不了了，就让我帮忙照顾。我操，这个味道怎么这么臭啊？我感觉这得用一袋儿，开一袋儿吧，直接。本来我是想玉米芯儿，玉米芯现在没有，都给你了。其实多了。我有点好奇，他为什么要用这个箱子来装？这箱子里面已经臭的不行，你知道吗？特别的臭。最近虽然你也应该有的看视频应该知道，最近闹了一些不愉快，但是非常感谢啊，他没有跟我闹不愉快，跟别人闹了不愉快，我还是不说了，因为你站另一方，你站哪方都不好，你们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事情。然后因为他据说是照顾不了了，他父亲想拿着去餐馆，他挺尴尬的，与其去餐馆，还不如给我，就说先发到我这儿来吧，看一下吧，刚摸了一下，应该是活的。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打包方式有点奇怪啊，死神，你就平时都这么打包的吗？你是不是没……我操，是一条网警。他放了什么呀？是他拉的屎吗？真的很臭。好吧。我们来把它弄出来。灯光，灯光，过来。听话，到家了。据说这是一只超级麻烦的网警。我操！好烦哦，他真的好烦，我抓了半天把他抓回来了。哇操！你又他妈跑！我真是服了他了，劲儿超大，好吧？能不能别闹了，宝贝儿？我想弄死他，真的好烦哦！先让他安静一天，好吧？我们不理他了。他这个包肚皮的方式我也很奇怪啊，非常感谢啊，非常感谢。他送了几只大的，然后把这桌子清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拆一下这个快递。这快递不知道是啥，啊，刚才都处理那个网姐了，真的很臭。这是一个韵达的快递，不知道是啥，所以我们直接拆吧。希望不是活的。哦，不是，吓死我了，是这个，是两个浇水的大宝贝儿，我操，好大。还挺好玩的，是吧？哇操，这个太臭了。好吧，还有一件快递。上次拆的快递不完美，真的，它是一条会跑的线，真的好烦，好烦，好烦。这个主人原来给我抱怨过这个问题啊，然后你去这个安利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了。
哎，这才对嘛。把灯照一下。哎呀，这灯他妈太轻了。还有两个呢。具体为什么应该有人知道啊？上一期视频他发错货了，应该是这三个，他发了一只这个，这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啊？啊，这个拿去用也没事，他白送的，等于是我花两个手机壳的钱拿到了四个手机壳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整理一下我的杜比亚。先拿个小盒子装一下吧，因为这肚皮啊闷一天了，三天吧，主要是跟我感觉肯定有尸体吧。我操，肚皮啊不是说很蠢萌吗？一点都不蠢萌。哎呀妈的，你怎么那么沉，头太大了。这是一组繁殖组成体，然后外面在下着雨，然后这个我又给它放个水盆吧，希望它他妈的能不能自觉点啊。它一点都不自觉，我操，我怀疑它养这个真的好麻烦啊，太能跑了。我们先把垃圾清一下，为什么要拿这种箱子来发？其实这样的发快递，我得建议一下，下次尽量别这么发快递。这样发快递，人家会当衣服来回扔的，亲。好的，我们的视频啊，镊子呢？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，然后我刚才抓了只虫子，天牛，便宜你了。好的，我们这个今天有点乱，一会儿再带你们玩耍。所以这期视频就这样吧。他刚来很不适应。哇！大宝贝儿，你要疯啊！你刚来，你要疯啊！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下期再见，我爱你们，拜拜。不要理他了，给他换水吧，一会儿再说，拜拜。